各种毛皮。从前有一位国王，他的妻子长着一头金发，美若天仙，是件绝无仅有。后来他病倒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死了，就把国王叫来说，如果你想在我死后再娶，就不要娶不像我这么漂亮，也没有我这么金色头发的人，你必须答应我这一点。国王答应了他，他闭上眼睛死去了。国王久久得不到安慰，也没想过再娶一个妻子。最后他的大臣们说，没办法了，国王必须再娶，这样我们才能有王后。于是使者们四处奔走，寻找一位美貌与已故王后不相上下的新娘，然而在整个世界上一个也没有找到，即使找到了，也没有人拥有如此金色的头发。于是使者们就这样回家了。现在国王有了一个女儿，她和死